有可能啦，也许到时候会跑吧。只跟大家讲一下，有可能，也许，或许 ，maybe， probably， 对。但是，等啊，可能等到时候出来，看看状况。因为龙骑士的东西真的太长，然后跑起来真的是有够累。好，那我们继续吧。啊 ，Kirino Taiyo no O， 我们继续把结局收完。那我们接下来收 Normal 跟 Bad End， 我看一下啊、哦，哪一个结局？哎，这个吗？哦，没有，这个没有。Bayonetta 哦，不会啊 ，Bayonetta 不会，因为没什么意思啊，就说真的没什么意思，就没有什么好收的。怎样来收 Normal End？ 那、这种就是都玩过的东西，就其实我不太会再玩一次啦。你是说龙骑士吗？你说筑基吗？不错啦，可是剧情就很痛。虽然燃的时候也是蛮燃的，但是到时候再说，看看。拿着，然后回去。留下了。啊，这边就都翻过了，就不翻了，因为没有什么新东西了。抱歉，放你一个人了。啊，鸡哥，你那么大又那么黑，多可怕！我仔细想想，鸡哥身上应该蛮温暖的吧？我觉得冬天躺在他身上一定超级舒服的，根本就是天然羽绒被。哎，海豚恩，多对 size 赞。就是大，不对，就是特大。哎，谢谢 Galaxy， Galaxy 咖啡有做一系列与跟庆生的那个 GIF 跟那个图，大家有兴趣可以从我的那个粉丝团那边可以看到，对对对，可以看到它的连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哦，做超好的。第五话我都跑完了，你在说什么傻话？好棒，谢谢那个 Kimo 啊，谢谢 Galaxy 咖啡。雾之国真正的故事。啊，不过作者也说这一片其实推荐是从 bad normal 玩到 true 啦。啊，不过说真的，有时候不看攻略，你更不知道第一轮会玩到什么样的结局。这一部有吗？有吗？物语太阳之王有汉化哦？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这篇有没有汉化。这篇是有一段时间的，没错。对。这鸟应该根本不能洗澡吧？妈，一洗澡一定超级重的，一洗澡一定全身就缩得跟只那个湿掉的鸟一样。
而且仔细想想，鸟的骨头不是都中空的吗？而且鸟的体重很轻啊，照理来说，露西亚娜坐到鸟的身上，她手应该就断了吧？啊，还是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这种小地方好了。哦，把蛋糕灌她头上干什么？多浪费！好好吃好吗？蛋糕，请好好的把它吃掉，请不要浪费蛋糕。First gun。哦，有啊，不过没差，没差了，就我们要特立独行，有汉话偏要玩日文的，是不是？反社会人格。其实有更不知道有汉话，因为听说这一片有汉话，我还蛮意外的啦。Normal End 可能又要再等，要继续等下去吧。上星期才出来哦，我靠，那难怪，好吧。可我一定是偷偷看我的实况，然后做了穿译版，没有了，自以为是，超自以为是的。这边就直接先，那时候我们第一轮出院的是先跟他讲话，那我们就是 Sakini is OK， 我们就赶快先走，就不要跟他讲话，然后我们就是 No More End。啊，你要走路超快。哦，没有那打火啊，来了，你的伙伴们来接你了。さよなら、ルシアナ。また時が回れば、どこかで出会うこともあるだろう。再见啦，露西亚娜。如果啊，时间会轮回的话，也许我们还会在哪边再见面吧。そんな顔しないで。さ、仲間にもジネスカラを見せてあげないと。好了，不要露出这种脸了。来，让同伴们看看你没事的样子吧。在那边才比较好，这个国家马上太阳就会回来了，大家在一起玩吧。我们现在操纵小萝莉，放心啊，分别只是一时的，啊，可是欠钱却是永远的。迷宫，巫女回来了。あそこにいるのは。異形たちの王。那个就是异形之王。なぜ巫女を食らっていない。しかもこんな城の外にまで出てくるなんて。为什么他没有吃掉巫女，而且还让他跑到了城外？まさか。言い伝えにある百年前の巫女と同じように王に言いくるめられてき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难道跟一百年前那个一样？那。那。什么？就是一百年前被骗了啊！完了完了，又要被射了！别过来，不要把污秽带过来。もういい。どちらにせよ、汚れた巫女を生かしておけ。啊，算了算了，啊，不要管他了，不要管那个肮脏的巫女。欸，应该说，就不要让巫女靠过来。住手！啊！哎，
国王大人。怪我してないかい？你没有受伤吧？違う。谢谢。大丈夫だよ。僕は頑丈だから。動かないで。ここにいるんだ。放心吧。啊，我很强壮的，别动哦，就待在这里。王がミコをかばうとは。王保护了巫女。だが好奇だ。王を撃てば太陽が戻るかもしれん。撃て、撃つんだ。不过这是个好机会，打倒王，太阳就会回来了。射他，射他。住！哎呀！やめて、やめて。我看不要。但鸡哥要变刺猬了。死了吗？見ろ、霧が晴れていく。太陽、放晴了。王が滅んだことで霧が晴れたのか。この分だと太陽もじきり昇るはず。雲叫做雾散了。啊，王死了之后雾就会散去。接下来就是太陽要升起了吧。族長に知らせなくては。赶快让族长知道吧。小女孩毁灭人类的时间到了，人类太可恶！国王大人，起床了。太阳升起来喽！国王大人不是说要一起玩吗？其实光表示我还没死，我装一下好了。现在这个姿势，我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什么？我太可恶，最好是。阿甘布王真的没了，鸡哥被埋起来了。不，鸡哥去了。等时间轮转之时，还会再见面的吧。国王大人，下次再会喽。哎、欸欸、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哎、欸，不要啊！啊，这什么烂结局啊！这才是 bad end 吧，这一点都不像 normal end 啊。就这样，太阳回到了人类的世界，异星们也回到了雾的世界，人类终于夺回了、啊、这个太阳，再也不用怕着异星们而这样住着。但是没有人知道王跟女神他们在这500年间赎罪的故事。Normal end，被遗忘的太阳之王，我也觉得这比 Bad End 还惨吧。看 Bad End 好歹我还报了一箭之仇。好，然后我们来收最后一个 Better End。